太初的时候，道已经存在。这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。道是生命的源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类的光。光照在黑暗中，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上帝差遣了一名叫约翰的人，他来就是要为那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可以因他的见证信那光。他本身不是那光，他来是要证明那光是真光。那光来到世界，就照亮了生在世界上的一切的人。在世界，世界借着他而被造，而世人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而自己的人不接纳他。凡接受他并且相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孩子。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，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而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约翰讲论到他，你们听的这位就是我曾经说过的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位分比我高，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彰显出来。